车。全国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飙股特快车》，我是木松，带你轻松赚大钱。今天呢，指数跌的比较多啦。那有些人开始会觉得说，空头是不是来了？我再强调一遍哦，你现在看到指数跌，是因为你现在看到的什么落后指标，告诉你的是经济是衰退的。所以你现在看的数据是不好看的哦。那请问一个，去年升了这么多息，通膨的问题，升息的问题，请问你告诉我，有没有问题越来越小了？可是请问你告诉我，之前的那些问题会不会反映在股价上？会不会反映在市场上？所以我觉得不用你不用担心，因为这个问题我待会会讲，你不用紧张啦。你买到股票，你赶快赚钱啦，这个指导是真笑诶，一棒接一棒啦哦。虎门十五根涨停板，我跟你讲，你不想追没有关系，你买华航是华航师，七根涨停板，有来拿的赚到快发疯了，拿到的全部赚到翻上天了，你跟我买的全部赚到翻上天了，过来别想，我不要讲前面，我讲的是你们最近买什么？今天大了哦，今天大跌哦，所有买的全部大赚，就问诶，啊你我当这里的客山不？让我的标股来当你的靠山，你马上有，你马上拜倒诶。哦，当然啦，今天震荡比较大，因为指数跌很多啦。今天盘中哦，落地要300点，落273点。可是我对我来说呢，很多人是会害怕的啦，可是对我来说，我是很兴奋的。我反而很开心，我反而很高兴。如果今天你想要买股票的，你是希望指数今天大涨273点，还是大跌273点？当然是大跌最好啊！而且我跟你分享的股票是喷出的，就猛的，我倒起来买华子雕钱，你跟他讲，你只要选对股票，照样会喷啊。看不是安尼吗？啊，为什么会飙？这立马在问了，我怎么讲？拜托一下哈，你可以去看我节目了哈。我18号跟你推荐，我18号、19号、20号连续3天，每一天都讲同一档股票。哎，我就是不希望你去追虎门啊，因为虎门涨太多，老是啊，我这个股票去15只涨停板，我只能做什么事情？我只能恭喜所有来拿的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想要的啦哈。我不知道啦哦，可是你现在不可能去买虎门嘛，那要买什么？我今天为什么要开放式自体验？我希望来的都能够赚到钱啦，我希望你不是因为今天指数跌开始害怕了，而是今天指数跌你开始兴奋了哦。老师今晚被下面高票，如果还没上车是不是利用这大跌赶快来买股票？闪电新风吧，今天要开放式自体验，你可以来试试看啊，你可以来当我的见证人啊。你看我给你的股票是不是都这样子标的？我老师告柯林有没有？啊，老师您讲最近的啦，两礼拜情况讲一下，我们带会员买进了第一档新股票，旧的不要再讲了。老师你不要再讲宝益了，宝益今天涨停板，拜托好不好？我二字头推荐的啦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体验呢、啊？我那时候跟你讲底部开喷的股票了。老师，来，我给你看，我给你推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二字头，现在六字头，推荐二字头，现在六字头，推荐二字头。我当然不可能现在再叫你去买宝益啊，那我也不是要跟你讲说人股会飙多会飙，我说那个没路用了，我现在跟你说我哪一年买了哪一档股票飙了300根涨停板，赚了2800倍，请问有意义吗？你是不会有感觉的，可是我现在跟你讲这个你有没有感觉？你有没有感觉？你有没有感觉？所有买的人全部大赚了，我不管你买倒啦，来下一只虎门华子拿到赚到，我不知道你有来不？来，我也跟你讲说一样，未来一样超级会喷的，对不对？请问有没有超级会喷的？你18号来，我跟你讲华子；你19号来，我还是跟你讲华子；你20号来，我还是讲华子。我们一丢一丢黑哪哈，你拢知哪哈？
敲门诶，有狂飙无？这就是我要给你的股票，你来你会拿到的股票，18号、19号、20号，不管你在哪里买。不要再跟我讲说老师你的运气好了，我现在跟你讲的是现在你看到的哦，你现在就看得到的哦，最近的哦，最近的哦，这是最近的哦，有没有？利用老师你买公黑最多了，前一档股票华宏资，我4月17号礼拜五跟你推荐，我4月10号礼拜一就带所有会员去买。请问你告诉我，我带你买的时候不是在这里？4月10号是哪一天？4月7号是哪一天？我4月7号跟你推荐嘛。然后请问你告诉我，我今天跟你推荐华宏资，我4月10号、4月7号跟你推荐，我4月10号要做什么东西？做什么事？我放完假第一件事情就是带你买华宏资，只要跟我买华宏资，全部都大赚，7根涨停板，赚到快发疯。请问你要是我有没有喷翻天？我买完你，我老是华子，问一二啦，来，你自己看就好了，你自己看就好了。我跟你讲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4月10号礼拜一，你自己去问，谁都一样啦。我是不是那一天直接带你买这一只股票？我老师为什么你要买？因为我7号跟你推荐的。我只是 不知道你有没有来而已啦，啊，后面就不用再翻了，后面就是一头拉股的涨停板啦。哦，我没有加码啦，反正我第一时间就是4月10号，我就只买那一笔，我就只买这一笔，我就只买这一笔，然后就从头飙到尾。这样就可以了啦。你们老师阿伯，你会发现哦，我跟你讲的股票最强新霸主碰咖呢，从几十块飙到几百块，这不知几倍啊，你敢知？宝一今天涨停板，请问你告诉我，我现在叫你去买宝一吗？你老师今天可是今天涨停板啊，今天涨停板我也不会叫你去买宝一啦，因为我给你推荐的时候是二字头啦，你不可能二字头你都不买啊，不你三字头买嘛，啊不你四字头买嘛，你本来跌点飙到六字头你才要买，也不合理嘛，对不对？虎门，虎门，你有来你就知，15只涨停板随便买赚到发疯，这就是我要给你的股票啦。所以为什么 我今天反而很开心很高兴，因为每一次大跌所创造出来的股票后面那个涨幅都是非常惊人的。请问你告诉我，如果指行情都很好，股价都一直在涨，请问你告诉我，你去哪里找来那种飙翻倍的股票？可是大跌就不一样哦，有些股票是被打到最低点的时候。 我就举例宝益嘛，今天涨停板嘛，对不对？我相信今天全市场每个人都在讲宝益啦，那个时候行情好吗？有人会叫你去买宝益吗？二字头啊，这是哪里？就是这里啊。这一次你一定要好好把握底部开喷的股票，是不是底部你最清楚啦？是不是底部你最清楚啦？我现在要请你做同样的事情了，这一次就不要再错过底部开喷的股票。你说我老师为什么今天大跌你很兴奋？因为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底部开喷的股票，你今天来你拿到的都是底部开喷的全新标股，下一个即将要开喷的全新标股，它叫做闪电新风暴。为什么它会飙？我待会跟你讲，我跟你推荐的每一档股票都涨一样的啦。请问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它会飙？请问你告诉我，我跟你推荐的股票它是怎么飙的？
你会发现每一档都是这样子哦，每一档哦，宝益就不用再讲了，对不对？那你看最近的就好了嘛，华宏资七港涨停，七根涨停板。老师，你们什么时候买的？你们的会员在哪里买的？我不是随便比比哦，我们会员就是在这里买的。那再来呢？再来，我们带我们的所有的家族成员去买下一只虎门，拿到赚到。这今天呢、啊，到今天呢、啊，我有人跟你讲哦，今仔台股大跌，所有买的全部大赚。我现在要做什么事情？我现在是要希望你来，我希望你有感受啦。为什么呢？我这两天，哎，行情啊不好啊，台股大跌啊。请问你告诉我，这一波杀下来的时候，你有买吗？你知道有多少股票飙翻天吗？光这一波下来，来，我就随便举例一档股票就好了。你去买华宏资的。你有没有赚到快发疯了？你有没有？因为老师们赚到快发疯了呢？我再给你看一档股票了哈，我们讲的比较贴近一点点了哈，从这里到这里。指数等于是在原地不动，历经两次崩盘，虎门飙十五根涨停板，这个你也知道，翁老师，你之前跟我讲宝一，结果宝一已经从二字头飙到四字头了，后面你又跟我推荐虎门的时候，虎门更恐怖，飙快 1.7 倍。我不知道你有来没啦，我只能告诉各位，你现在要做的事情不是再去回顾过去什么股票飙了几倍，飙了几只涨停板，那没有意义。所以我为什么要跟你推荐华宏资？所以为什么我给你推荐华子？这你都知道，现在你才会有感觉嘛。请问你告诉我，你买华宏资有没有感觉？所有跟我买华宏资的全部赚钱啦、啊、请问你买华子的有没有感觉？所有跟我买华子的全部赚钱啦、啊请问这跟指数涨跌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啊，我现在就是要买这一支啦，你现在就可以来啦。哎，我不是每天在开放试吃体验的呢，看那今天呢？你知道今天为什么要开放吗？因为今天指数跌的比较多，我知道很多人会没有信心，会开始害怕，会开始紧张，会开始不敢买股票。但是这个时候，你反而更不应该紧张，你要更积极。有没有什么股票跌下来是可以买的？会像之前的华宏资，会像之前的宝一，会像之前的虎门，会像之前的银邦，从几十块飙到好几百块，这太夸张了。我推荐的时候几十块而已，飙到几百块，你相信吗？我们老师在修蛤蟆啦，那个时候我也跟你讲它是新的股票啦，全新的霸主，最强新霸主了，英镑拿到赚到，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来了，几十块而已啊，现在你看到英镑是几百块的股票啊，我现在当然不可能叫你去买英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后面才会叫你去买宝一，后面才会叫你去买虎门，后面才会叫你买华讯，那个华宏资，再后来会叫你买华子，这是你看到的啦，利空啦 老师就恐怖的，都利空，这我大概讲啦齁，那经济衰退对不对？齁、哦、这我不再解释，我已经解释过了，今年一定衰退齁、哦、因为去年通膨的问题跟升息的问题齁、哦、我已经讲过了嘛，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在解决了嘛。有人说什么升息的必要性减少了嘛，大家都跟你讲说这是尾声了嘛，催眉嘛，灾嘛，吞掉，因为它已经升不动了嘛。我没办法跟你讲说他马上就是不会升息了，然后开始转要降息，但是他如果真的要升，他顶多就是半码一码，最多就是这样子，那再来就没有了。
所以我就不知道人家担心什么、啊。所以他跟我们讲什么？上半年会比较辛苦，你知道为什么上半年比较辛苦吗？因为升到顶，还有一个原因，我待会讲啊。下半年景气会开始好转，利空出尽。哦，为什么？老师，为什么上半年会比较辛苦？因为去年升息的问题、通膨的问题，导致于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的指标，包括你今天看到的，我今天指数为什么大跌？因为经济数据不好看嘛。我已经讲过了嘛，落后指标现在你看到数字是下滑的，是很难看的。请问你告诉我，你看到这个指数不会震荡吗？那你需要害怕吗？我已经讲过了，不要因为短线的震荡错上行，未来会有很多股票喷到无法无天。我已经讲一个多月了，请问你告诉我，这一个多月来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虎门从大涨八成到现在大涨 1.7 倍了，华宏资从我跟你讲的到他狂飙七根涨停板了，最近我跟你讲的华子飙成这个样子了，就问你有赚吗？我不管你买哪一个，你买华子你也赚钱，你买华宏资你也赚钱啦，对不对？现在我当这里的客山，让我的标股来当你的靠山。你如果真的不知道要买什么的，你现在就可以来了，开放试吃体验，好不好？把握这最好的机会。哦，那我没有叫你买台积电啦，很清楚啦哈、哦。我跟你讲，可以买的时候，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你。全市场还没有半个老师可以跟我分析的这么详尽的啦。上关键的时候，跟你讲卖卖，叠加上低点的时候，跟你说落地要喷出了。欸、我不是喷出才跟你讲要喷出、欸、我是在往下喷出，喷到最低的时候跟你讲它要喷出了、欸、然后喷到这里的时候全市场一片看好的时候，我跟你讲你叫你卖，然后杀到这里我跟你讲是最佳买点，知道敢买就大赚，然后涨到这里我就别再买了。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叫你不要买台积电，两个半月啦，台积电暴跌了两个多月。你说老师都是你害的，因为你乌鸦嘴，我如果不讲对你会比较好吗？你看我节目，你觉得台积电暴跌应不应该？好，我们不能说应该不应该，而是如果台积电真的暴跌了，我是会有兴趣的人，所以我会讲得很详尽啊。可是你说跌到这里，你说算是好的价格吗？好，我不认为它是好的价格啦。如果它真的跌得够深，好，我觉得那个什么超额利润才会出现啊。所以我讲得很清楚嘛，你现在买台积电图的是什么？我上礼拜还是这样子讲啊，我上个月还是这样子讲啊。你看全市场一片看好，哎呀老师股神巴菲特买台积电，咱今天买台积电，你知道吗？当你看到全市场每个人都跟你讲股神巴菲特买台积电的时候，我送你三个字，逢高卖。我告诉你为什么要卖，原因是什么？我讲完就是暴跌了，暴跌到最低点的时候，我跟你讲可以买，因为它是最佳买点，只要敢买就大赚。然后喷到最高点，我了，这一月份的最高点，我跟你讲不要再买了，千万不要买，暴跌了两个多月。你有台积电，你不要恨我。哦，巴菲特出来讲话了嘛？哎呦，这个地缘政治啦，哦，我管你什么政不政治啦。哦，这我就不再解释了、哦、因为解释这个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接下来你要怎么做了？你要买什么股票了？你要不要利用这一波的大跌？你要用利用今天的大跌去布局未来会狂飙的股票？这就是我今天的节目要跟你讲的重点。然后我今天要开放试试，我希望你都赚得到钱。闪电新风暴。下一个即将要开喷的全新标股，全新的股票啦，我不是要跟你讲说我虎门标了几根涨停板，银邦标了几倍，我就讲最近我跟你讲的股票。哦，林文老师他已经七根涨停板，你不要再讲了，好，没关系，华子啊，这样你有感觉吗？所有买的全部大赚。我有在管今天行情是涨还是跌吗？
好、哦，那这也不是我要讲的，我要现在要跟你讲的是，我要带你买下一波、下一档、下一个即将要开喷的全新标股，这一次就不要再错过底部开喷了。哎，拜托你啦，你说老师虎门标了15根涨停板，宝一哦，从二字头标到六字头。啊，这个更不用讲，从几十块飙到好几百块，吓死人了。那有没有证据？宝一二字头，这是不是底部？这是不是底部？虎门五字头，五十几块飙到130几块，1.67倍，167.8%，快170%啦。哦，你再让它涨一两根停板，就是2倍啦。但是这两根停板很难啊、哦、所以我现在不会叫你去买虎门啊，几十块的时候，哎，我跟你推荐银邦的时候是几十块，现在是几百块，你觉得我现在会叫你买银邦吗？ 我只是问你啊，你为什么不来拿到赚到？你为什么不来？你有来体验吗？我一样啊，今天我也开放体验啊，我就是希望你来赚钱啊。有没有？这一次你一定要好好把底部开喷的股票，我请问你告诉我，是不是底部？我现在看是不是底部啦、哦？哈，宝一，这请问这是不是底部？二字头，你现在不可能买到二字头的宝一啦，你现在不可能买到五字头的虎门啦，但是你可以买到未来。底部要开喷的股票，哦，全新的标股，底部开喷的闪电新风暴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，今天开放试吃，小心连续涨停板喷到发疯，来，欢迎大家一起来体验，来当我的见证人，你就知道他有多会喷了。今天来电，立即体验。闪电新风暴，想要体验的今天都可以把电话拨通，我们今天开放试吃体验，有卡来全部都有，还没大赚的今天都可以一起来体验。我们先进段广告。全民抗涨大作战，888抗通膨专案，让您轻松的负担，帮助您快乐的赚钱。抗涨专线02-8511-3366，抗涨专线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相信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。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飙股特快车。
欢迎再回到现场哈，把握今天开放试吃体验的机会哈，一起来当我的见证人，你看我们的股票是怎么喷的，好不好？闪电新风暴，下一个即将要开喷的全新标股，我要给你全新的股票，就在这波下下来的时候，全新的股票哦，不是叫你去买那个已经标一二十根涨停板的哦，这一次你就不要再错过底部开喷了。什么叫做底部开喷？我说银邦涨成这个样子，请问你告诉我，你底部没有布局，你怎么可能赚得到这么多，对不对？一样的道理啊，宝一哦，有没有二字头飙到六字头？请问你告诉我，二字头你有布局吗？我给你二字头，给你二字头的时候，我们飙到130几块，请问你告诉我50块你怎么不买？是不是底部开喷？哦，底部开喷，全新的标股，闪电新风暴。我再讲一个比较近一点点的啦，华宏资，二字头飙到三字头。下一支哦，华子来，下一个即将开喷的全新标股，底部开喷，今天来电立即体验送给各位，今天开放试吃体验，有来全部拢有，一起来当我的见证人，电话拨得通，一起来体验，祝各位投资顺利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